老干。如果要我帮忙，开什么价 ？Money。哎、欸，你跟他讲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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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他讲话，快点！跟他讲话，跟他讲话，跟他讲话。等一下，那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他自己走掉了，他自己走掉了。对，你跟他讲话，跟他讲话。他没办法讲话了，他是。我偷到，偷到，偷到，偷到。但是你被抓到了，你被抓到了吗？不是、啊、你干嘛跟他讲话？你干嘛跟他讲话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我说我会被发现，可我刚偷窃成功哎、欸。应该没有、欸。啊，你有偷到什么东西吗？有啊，我偷到，偷到什么？我偷到一个地狱骑士的骄傲力量豁免检定，这个锁甲，这个可以给那个啦，给天皇吧。天皇啊，天皇挨刀的时候可能。那我应该帮你学那个隐形术才对。你直接在脸上拿出来吗？尝试利用口才，我看起来像是会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人吗？你的水壶那么烂，你看。不是因为我刚才偷成功，可是有人转回来了。哦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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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独挡。有吗？快拿去外面丢，拿去外面丢。有了，快跑快跑！你还拿到了钥匙哎、欸，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钥匙。太恶劣，太恶劣！塞夫罗的钥匙，来啦，这个给那个吧，给天皇吧，赃物给他啦。为什么？大家会不会直接看到张东升来？不会啦，那你也是地狱骑士啊！对啊，你也骄傲啊！你也是骄傲的人啊！只是上面名字是写他的名字而已啊！你很骄傲，怕屁哦！你也是地狱骑士，要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啊！哎、欸，我可以让你变小，然后让你更好偷，要不要？想变小更好偷？哎，我帮你变小，帮你变小，缩小了，这样更厉害。老干，你好，我可以让你变更大只，然后你的力量会强化。他有发现东西不见吗？他说呀，有贼，有。他说啊，有贼，有贼啊，有贼啊。没事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身材很娇小的白色盗贼跑，白头发盗贼，很犯事的一定没跑远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帮你把风。他看到你，他直接察觉、欸。你要先把旁边火关掉啊！完了，我等一下，我独挡，独挡，独挡。Sorry， 你要把那先把火关掉啊！好，你的影子被不是你的影子伤人，伤人太那个了，伤人他的那个警觉度很高、啊，警觉性太高。哦、他的屁股，他屁股有警戒，我跟他一定偷得了，一定偷得了。我觉得只是那个，我们再把那个旁边东西弄一弄就好了。隐藏失败，你隐藏失败了，你隐藏失败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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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偷什么？要偷什么？偷补品补品。我偷太多会失败了，我偷手套就好了吧？那偷个最高贵的。手套最贵，手套最贵。有了，你快走，你快走。我看到那个商品消失了。优秀，他有发现吗？他有发现吗？没有，他还在对话，他在对话。我觉得我偷多一点好了啦，对吧？他还在跟我交易，还在对话啊。我先，那你先存档啊。好像绿色的话应该偷窃，像那个戒指我偷窃就还蛮、欸。是不是可以下毒在那个饮料里面，然后给他喝啊？我偷到戒指，偷到戒指。我存档。看一下你偷到什么，蓝色的，蓝色的偷到个。怎么样？情况如何？我刚刚没事，他好像没发现啊，他很开心。他没发现吗？有贼！有贼、啊！你们快跑！有贼啊！跑过来，跑过来了！我是走进口，快跑！你要跑！你带脏货的。天港被抓住了。我身上没有脏货、哦。某人翻错了口袋，你可以澄清自己不是某人的最佳机会。来啊！你就刚刚说不是你啊？所以嘞，他误会你了是不是？对啊。那叫他赔钱啊！保持着那个愧疚之心，叫他赔，巨龙之握要不要？
龙珠我那给你用。我跟你讲，很简单，你能偷什么就偷什么。应该没用。他很开心，他很开心，他没发现，他没发现啊。我看再偷一把，再偷一把。来，你不要跟他结束对话，不要跟他结束对话。现在是可以，现在可以的。可以吗？要偷哪一个？看有没有法杖啊？法杖啊，有，知道吗？法杖啊！完了，偷窃失败，我被抓包了。没事，不要怕，我又再来一次。法杖是不是哥哥弄给你？太棒了！我帮你们每个人都偷一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。那我们干嘛还要买东西啊？我们就吃助餐就好。钱可以留给那个。对啊，大家思想越来越邪恶。走，你先走，先走。没有你们先跟他清白，我偷到了。你们先跟他清白啦，你们先清白完，我再来过去。哦，先清白。对，你们要有人清白一下哦，他一直误会你们，你要跟他 complain 啊。对啊，他说：“误会我们干嘛？买个东西，你在那边误会。”我可以向你保证。你们都很诚实哎，这是谁干的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身上不是有赃物吗？然后你把它给一个已经清白的人，然后你再去洗清白，你懂吗？他就不会误会你了。不用啦，不用啦，因为他好像会把每个人都抓一遍。对对对，你把东西给我，或是给那个雷猴也被鉴定是清白，天狂也清白。不用啦，不用，真的啦，不然你这样走不过去啦。我先给你们那个弓跟那个法杖。你这样走不过去啦。有了有了，快，你们还有那个蓝色开心手套也是真的。还要吗？没事哎，没事的。那要敲昏他吗？不用了。你们还有什么东西？你们需要重甲之类的吗？那个甲要甲是不是？我先卖他们东西，可是趁他身上没钱呢，他剩下六十几块、啊。有啊，300多块啊，在下面啊。没有，他剩六十几块啊，被你们换完了、啊。剩63块啊，被我们卖完了。我还可以把卖过，我还可以把那个偷来的东西卖给他哎。雷猴，你不要放掉了，雷猴，你不要放掉了。我没有放掉，我没有放掉。再偷。还是我一口气偷多一点好，等等，我一口气偷多一点。先存档，不然这样太慢了。我偷多一点，要不然就是我把赃物丢给一个人，然后我跑，然后你们跑掉。我想买他的那个、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。我在那边，太远可应该不行吧？对不对？然后他只要一生气你就跑。你要站在里面。道士又不见了，在我的眼前不见了。我跟他买个那个、我跟他买个。被抓！失风了！没赚到。我看到那个，把他身上的道具搬空了。我看到那个他身上的那个图示一个一个变不见。兄弟，你的商品怎么不见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讲一大堆，怎么懂？欢迎旅团。我跟你讲，到时候我们偷一些毒药，或者做那种炸药去放在别人身上吧。这是谁干的？啊、我被偷了。猜猜看，我们这三个人谁偷的？到底是谁啊？过分呢、一直偷。我现在已经一个晚上看到这个脸，我看了几次。